Yo.我不过是走在你的前面，绝对算不上是越位。对你的学会接受身边人的批判，可是我才能撤的时候，你能难听的声音来猜忌、嫉妒、心急、糊涂、追不上，怎么阻挡？时间依旧不放，两臂紧超过十亿，提起你丘比，先去喷个十几，在桥段到指引，你自己去理解，自己的命别让天后其他人来替你定。如果一定想找一个最好的方式来祭他，就在客场的西施神中送他帽子戏法。 In my hood, I'm like a Olay， 我想进给我就输醉，我这不会，你需要注水，比他们更有嗅觉都是我的。就甩一个牛尾巴，就把评论加的嘴巴打得趴的像小精灵，拿最大的奖就必须往最炸的想。我想那个在这时代，我是在是传奇诞生，这个球都让这球场变成一场战争。这他们都犯错了，几个人跟着我彩虹般过了人，对手都没看破，没看过这样的幸运且流水般变化着舞动的 flow， 那么就别再等了，别再等了，也再不懂得什么是太狠了，太狠了，像个标杆在等着，直到他懂真奇迹。这毛病只有旗帜，夺冠的仪式，一世一次一次一世，你是一世，不只是一世，是一直是才一直是捧奖杯的人，不是一世不是总奖杯的人。 为什么好多人以为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靠的全部都是我的天赋啊？就是为了所有固步自封、所有腐朽观念，因为我的出现全部撕碎垫付啊！别再说地下和主流艺术和商业没有办法做到鱼和熊掌，两者都是贱骨啊！我要让500强的老板和我兄弟做多一般金贵来看我的演出啊！ 好，谢谢，来，先请琪琪坐到我们来这边。是的，直播宠粉一起嗨，爱豆现场在 YY， 欢迎大家收看 YY 直播宠粉互动直播综艺《爱豆Y现场》，我是主持人涛涛雷剑涛。所以今天呢，在这开场之后，让我们这个弹幕前的各位也要一起来欢迎，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的这个热情，让我们欢迎本期大来宾，颜值与才华齐飞的。 西南梗王张岩琪，欢迎琪琪。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该看哪里？看哪边都好，他们可以捕捉你。你们好，你们好。对，一般我们聊天的时候看这边就。好的，好的。对对对。那我刚才看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弹幕上这个疯狂的在刷啊。我觉得今天可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可能之前可以在现场听到他们的尖叫声，那今天我们更多就是通过。 这个很疯狂的弹幕来感受一下，是的，已经感受到了，弹幕非常疯狂。是，然后今天其实我知道，其实也准备了很多歌，但是今天第一首歌其实是很多你的粉丝在我们线上之前做了一个这个盲盒的一个投票，哦，然后就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曲，是吗？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他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让来表演，跟你自己心里原先规划的一些歌单的话是有默契吗，还是怎么样？ 还是不错吧，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嘛，然后自己的歌就会稍微自信一点，嗯，就不会显得那么拉胯，可能唱别人的歌就唱得很不准确了，会吗？对，所以我很紧张。第一首歌如果是自己的歌的话，可能会让我放松一点，更自信一点。没错，是，今天不要紧张，因为今天就是你的主场。哦，是吗？对，我就是一个服务员，今天来服务你们。好的，谢谢您。是的，今天线上的粉丝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积极的留言，留下你们对琪琪的好奇或者想对他说的话，我们会随机 的翻牌啊，看看大家的评论，也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右下方的活动条，或者通过微博链接进入张岩琪的专题页，对他进行守护，解锁小琪的这个签名周边福利，还有应援大屏。我们的守护时间截止到下周一的8点，所以大家赶紧来琪琪的打 call 哈。今天呢，先通过弹幕，但是呢，我们后面的持续时间还会挺长的。嗯，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唱歌，也会有一些游戏和这个聊天的互动。嗯，好的。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你为什么倒抽一口气？因为我跟你说除了唱歌还有跳舞，然后哦哎、啊、真的真的呀，别了别了，大家赶快退出，别看了，前面我们先聊聊得开心一点嘛，好不好？嗯，好的。我们工作人员看一下这个弹幕这边哈，帮我们调一下。好，然后我们还是最开始还是聊一下音乐方向的嘛、嗯、因为最开始这首歌也是自己创作，没错。所以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时候是你创作灵感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走路的时候吧。走路的时候，就听起来很夸张，但确实是，就是你独自一个人戴着耳机走在一条可能你没有那么熟悉的街道上的时候、嗯、你就会突然灵感就会变得特别多，你就会边走边写边记录，然后可能回去再慢慢打磨一首歌就有了。因为我待在房间里，就是因为现在工作很忙嘛，然后待在房间里就很闷，其实状态没有那么好，偶尔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户外风景还挺好的。所以你会是喜欢就是用走路这种运动的方式，第一又运动了，第二又可以有创作。嗯，是的，因为走路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很健康。对啊，你有试过比如说自己一个人，你应该不能一个人在外面走吧？可以啊，可以啊。万一碰到粉丝怎么办？所以你会晚上比较多一点？都还好吧，就是工作期间嘛，也有可能比如在这一块拍摄、嗯、就在这一块附近走一走、啊、对。你有计算过自己比如说一个人这种散步的类型会走过多长时间或者多长距离的吗？最长我小时候会更长一点吧，小时候可能一天走个四五个小时、就是、一直走，就是因为小时候也没有导航也没有地图嘛、嗯、就走到哪里算哪里，然后想到回去的时候再往回走，有时候甚至可能会迷路。小时候在重庆走应该很累吧？对对，就因为都在上坡，山上都在山上，对、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会去想很多东西，然后就记录下来。是的是的。怎么记录？拿手机？我以前喜欢拿本子，但是其实因为工作忙了之后可能拿一个本子在身边不方便了、嗯、就还是会用手机备忘录先记一下、嗯、然后回去整理灵感的时候还是会写到本子上，因为我觉得只有笔和纸接触的时候才是你的灵感最好的记录。哎，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用电脑写有时候反而是没有那种感觉、嗯、是的。所以你会把自己以前写过的这些东西搬家的时候都保留下来吗？我前段时间才发了一个我小时候写的小说，就小说哎，特别中二，就玩游戏之后就把所有的角色幻想成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嗯，然后就写了一个小说，特别好笑，是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的奶奶找到的，然后就拿给我看，实在太害羞了。哎，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那种就是儿童时期或者小时候的一种见证。是的是的，而且尤其是现在咱们可能写在手机里面，手机换代之后基本都会丢掉，但那些本子啊什么的都摆在家里面，平时也不会拿出去也不会丢。对，所以就看到之后就还是很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是有的，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觉得多拿纸跟笔写一些东西还是会比较有感触的，比较容易静得下来啊。好，这是说到一个音乐创作灵感，那在后续的这个音乐方面，你自己有没有想尝试的一些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或许粉丝对你可能了解的张延琪就是哎，觉得他肯定会有一些 rap 啊，或者说既定想到的一些音乐风格，你会想尝试哪些不一样的吗？其实我前段时间开始一直想尝试摇滚嘛，然后到现在之后其实想尝试更多元素的音乐，就是不限制于某一个风格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喜好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偶尔也应该去了解一些我平时自己可能不会听的其他的音乐、嗯、跳出舒适圈的感觉。是的是的，该跳出舒适圈突破一下。是的是。那比如说刚刚有想尝试的风格，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一些音乐人呢？还很多吧，就其实我只要看到厉害的都很想跟他们交流合作吧、嗯、不一定是要合作出一首歌嘛，有可能是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聊聊对自己音乐的认识，我就觉得蛮幸福的。哦，你觉得这样也算一种合作？对，因为你们通过聊天可能彼此了解到了彼此对音乐的感知之后，可能你在处理某一种音乐的时候你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对、嗯、激发你的新的灵感。然后就跟大家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创意出来。没错，那这个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琪琪这个 freestyle 的视频，然后呢就大家都非常佩服这是怎么了？大家都非常佩服那种张口就来，然后还单压双压这种啊，感觉要开始什么是的怕的项目了。我觉得你没有在怕的，你一定 OK 的。好怕的，我今天主动权选择权也都在你的手上，大脑空白了已经。因为我们哦，先来一个简单的哈，就是
用现场可见的物品举例教学，对，就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教学的方法，有没有？你觉得会有什么教学的方法教？万一我现在教得很好，因为我自己试的时候就特别糟糕，怎么办？不会啊，那好好要不我们先试，不，就假装我很厉害吧，就是像这种，因为其实我最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录综艺的时候，我们每天也会看到东西就开始写一些无聊的小诗，就是毫无逻辑的小诗。看过节目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嘛，即兴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你对生活的感知嘛，就是你要关注你生活里面的所有东西。是，然后像我小时候就比较上头，比较痴迷嘛，就我的小时候就会就是看到一个东西之后，我就会疯狂去想它的韵脚，比如什么呢，老师？比如现场找一个你觉得，比如说桌子、椅子，还是这个歪歪熊，或者说台本都可以，话筒，熊，比如熊。我就会想到穷或者是怂，所以一般都是什么，如果你太怂了赚不到钱，你就会变得很穷，但是如果你够勇敢，你就是一只熊，就是这样，就你会不停地把它去组成别的词语，然后你把这些词语连接到你的句子里面，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很有押韵的一句话。刚才那个就很有逻辑。有逻辑吗？哪里有逻辑了？没有啊，你就是要一个人不能怂嘛，然后就要不然的话就会变得很穷。 对，然后呢就让或不是这个熊，我觉得也有谐音，比如说做英雄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哇，你看你这个直接利益，我学到了，我太有天赋了，太有天赋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招总结下来，就如果你拿到一个词，你先想一下每个最后压的那个是的，先去想它的结果，再去找它的过程。哎，这个方式能不能套用在接下来的这个互动当中呢？完了，我们接下来这个叫做 freestyle rap 挑战 YY 一线牵，我们也是，让这个线上的粉丝们一起来见证。你看，他们说可以，很强势，不错不错，帖子不错。完了，你听了我一会儿的就错了，我最近都不 freestyle rap 了，我最近都写诗。哎呦，老没关系，太了解我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三句半写诗或者干什么都可以。接下来挑战是我们准备了十个词，然后我们会有三轮，每一轮从十个词里面你可以挑三个，然后可以 freestyle 的 rap 或者说写诗或者说任何形式的表达都可以，好不好？我已经来，我们现在看屏幕上面这十个词已经有了，你先选三个吧，好不好？好的，我应该假装看到十个词吗？真的有十个词，真的，我以为要假装一下，怎么真的有十个词？真的有十个词，大家都看得见。老师，你帮我选三个吧。我随便选吗？还是你要给我在底下？没事没事没事，你选吧，反正我都没想好呢，都没想好哈。好，那我这个弹幕也能看，他们也能看到。弹幕也可以，弹幕这样吧，你们看到哪个词想先选，可以通过弹幕来告诉我们。比如说，他们第一个首选的肯定是七哥。第一个是七哥，然后有一个奥特曼，然后呢，七哥、奥特曼、凡尔赛，七哥、奥特曼、凡尔赛，感觉这三个东西都不能写到一首诗里面。对，你想用什么形式来写诗是吗？作诗一首。好，奥特曼，他走得慢。哎，还有点可以文化在是吧？老师好像有点失望啊，老师的双眼透露出就这。奥特曼他走得慢，时间刚刚过一半。下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七哥跟凡尔赛。凡尔赛，他走得快。时间和刚才的一半正好加在一起是一整块。奥特曼他要去哪儿？他和七哥去集合，他们集合干什么？他们集合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喝喝。对，我的大脑已经当机了。没事没事，太难了这个词。我现在这个挑战失败了会有惩罚吗？就是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游戏叫 YY 一线牵，它的结果就是因为挑战就两种，一个是成功和失败嘛，就是都有。就你成功了叫福利，失败了叫惩罚，但是其实他们都差不太多，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一点啊。好的好的，没问题，没关系，我觉得他们都觉得挺好的。好家伙，他们好捧场啊！但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你无论是这个写 rap 或者是作诗，你还挺讲究逻辑的。我尽量在讲究逻辑了，已经没有逻辑了。
对，但是你自己会把自己往逻辑上面就去要求，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应该从小就是无论在创作还是可能在小学写作文之类的都特别要求自己达到这一点啊。是的是的是。哎，我们这个弹幕再调一下哈。好的，好，刚才我们有这个三个词，我再选三个吧。好的好的，或者你自己看一下在这三个都有没有你想选出来了，看看朋友们想选什么，有没有你想选的。对，好，大家居然说好厉害，天哪，我觉得他们是真情实感，已经到这种水平了吗？居然有人说是可爱的诗，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诗，好吧？好，老师来吧。我有选吗？你选吧。我选啊。刚才选了三个的话，我就是干饭人、偶像、夺笋。夺笋，老师你夺笋呢？夺笋呢？啊，夺笋，夺笋。嗯，生活基本。怎么还有点东北味儿了呢？是呀，就你生活基本就得损一损你的好朋友嘛。夺损夺损，生活基本。嗯，偶像偶像要活得漂亮。这每个是啥词来着？是干饭人吗？干饭人，干饭魂，干饭时间不等人。要想干饭就来歪现场看看，跟你的偶像一起听着凡尔赛的话，和海绵宝宝一起，哈哈哈哈哈，还跟上一首接了。我觉得你可以哎，哎，居然有人猜到哈哈哈哈了，是猜到我的韵脚了吗？可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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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这个挑战你自己觉得是算成功吗？啊，这个都能算成功的话，那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对自己要求，因为最近我对自己要求很降低了，我觉得我应该给大家看到一个不会押韵、不会即兴的人也敢大声地说出来，就是带动一下大家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即兴的这个 freestyle 的这个活动中来。嗯，好，你看，我觉得你刚才已经很巧妙地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再出题应该没有很难了。嗯，你还要再尝试吗？还要尝试吗？还是说我直接就问在线的粉丝，觉得你那要不给一个伴奏吧？我还是正常的真的 rap 一下。DJ drop the beat 有吗？有吗？有准备吗？有吗？我们问一下 Kibo 老师可以吗？还有什么词？还有。就好像只有外卖，哎，没关系，我们可以选一些韵脚相似的，好不好？或者是比较好一点的。好的，好的，啊、老师来吧，伴奏吧。老师好像所有老师都一脸茫然，根本没有准。外卖，外卖凡尔赛，还有我以为老师你已经开始了，是外卖这么厉害？外卖凡尔赛，还有嗯，哎，我们还有哪个没选？都说过了，刚才我的对，都说过了，基本上都说过了，没关系。就外卖凡尔赛，你自己再随便加一个。外卖，我的 freestyle 太菜，我搭着一个车去凡尔赛买菜，我知道那些东西他们都是不显摆，我所有好的东西全部藏了起来，我的节奏开始变化，你能够看到他们都是在我的后面都放着鞭炮，就像是过年，就好像是过了整夜，你能够看到我的嘴里他们吐出一切，这个伴奏好简单，但是我可以继续玩，他们继续跟着欢，我现在继续的看他们的韵脚开始堆积，他们都开始学习，我差点说了一个脏话，还好我自己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关系。我觉得吓出一身冷汗，可以了吗？可以了，结束了，结束了。我没有吓出一身冷汗，我觉得就行云流水。你自己刚刚没讲，我没是因为我的脑袋里面蹦出了更多好奇怪的词语，就我哎这个不能用，哎这个不太合适，哎这个没压上。天哪！就看起来是行云流水，其实大脑在飞速运转，飞速的，然后还要把一些可能脱口而出的词给替换掉，对，修饰掉。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一段绝对厉害，各位，现在除了哈哈六六六之外，那我想问一下在线的粉丝，你们觉得这一段 YY 一线牵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成功我们就扣一哦，你觉得失败就扣二啊、哦？我觉得可能要仔细看一下谁敢扣二了，我会记住他们的 ID 的。好，现在开始看看，我觉得对，没错。没错，你看是很给面子。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挑战成功呢，就会有一些福利。哎，这个福利就是在现场自拍三张，可爱的自拍，是给他们的福利啊？是，我还以为是给我的福利，给你自己的福利。那我想知道失败了本来是什么呀？失败的你也想知道吗？对对对，要不你拍完我告诉你。好的好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你要拿着这个是什么的自拍？可爱的自拍，但是你要回过头去让镜头先不要看见，因为我们明天会把它发到你的那个专题页上面。我已经尽力失败了，怎么还是要拍可爱的？是不是？如果大家想知道琪琪拍的可爱的这个
有点背光啊，老师，我是慢的拍吧。可爱哦，你自己抓一下可爱。那明天大家可以来到张延琪的 YY 动态里查收小琪的自拍。这太背光了，怎么办？我要找个角落偷偷拍。好，那镜头先放我这儿好吗？这个为了不曝光，这个今天小琪拍的可爱的这个角度是什么样子，我们把悬念留到明天。明天大家记得来 YY 动态里面查收，好不好？哎，我上头了。有三张了吗？我拍了十张。拍了十张已经上头了。哇，太可怕了。 这也算、哦、哇，多可爱呀、哦、别让我看到了，老师放过我。我觉得有了，太有了，真的。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游戏如果失败，就是，但是我要澄清一下，这是导演组写的，并不是我个人要求的、嗯、我不会记恨你。导演组写的是那个，如果是成功了就是三张可爱的自拍、嗯、如果失败了就是三张搞怪的自拍。你这样想起来是不是好想失败？想起来两个其实没有差好多嘛，在我的理解中，搞怪和可爱没有差别，很押韵，你没发现吗？啊！但是你如果说是搞怪的照片和可爱的照片，哪种对你来说比较有挑战？可爱吧，所以其实刚才我那个稍微有一点搞怪了，我觉得，嗯，对，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所以你不是吗？他们肯定会满屏说你是啊，他们不敢说的，我不是，我很凶的。好，那大家想要的话呢，明天记得来这个张安琪主页的 YY 动态来查询。是的，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很多粉丝也都希望看到小琪，比如说演一些剧集啊，或者演偶像剧方面的、哦、你自己有过想尝试一下演戏吗？主要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偶像剧。电视剧总看过吧？没有，就是一部都没有看过。电影看的几乎没有看过啊，就电影看过片段，没有看过完整的那种甜美的那种。那这个会影响，比如说有剧本找到你去出演的话，你会怎么办？因为我暂时没有就是拍这种偶像剧的打算。嗯，就我一直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会扮演一个角色，肯定是那种特别热血的那种，特别帅的那种，校园的那种，就是比较超级英雄之类的啊。对，不知道啊，就铠甲勇士这一类的。但总之从来没有幻想过就是偶像剧会发生到我身上，所以我还没有想过。没有想过，然后之前没有尝试过吧。因为综艺节目有时候会很多时候玩游戏，你有都是搞笑的，搞笑的，就是没有什么表演偶像剧啊那种啊。但是前段时间我录一个综艺的时候有去体验，就是艺考生他们会表演、待会儿会聊这个。然后我就表演了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放弃了。毫无表演天赋，毫无表演天赋。有，其实挺难的表演啊。是的，是的，是的。对，那今天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互动，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就是我们也不考表情或肢体的表演，我们靠语言、因为今天其实是一个，有一段配，有两段配音。哦，这个配音就是，但是导演也设计了需要我们用方言。哦哦，老师是哪里的呢？哦。哦，我跟你离得不远，我是湖南人。哦，那我们的方言基本还能沟通啊、哦。是，但你除了会说重庆方言之外，还会其他方言吗？我还会说东北话。真的假的？真的，真不骗人。这样，我们有两个片段，然后呢，我们会互换一下角色。当然，这个会多种方言的话，我们也可以多表现。我觉得就是把它好的。弄得就比较好玩一点，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吧。来，我们先看一下原视频。观众能看到吗？好像看不到。哦，他们能看到。人家是好意，你那么凶干嘛？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知道我等你四个小时啊？是你自己约的，我又没有答应你。你现在讲这种话，我等你四个小时哎！你以为是谁啊你？你等不到回去就好了嘛！你有没有打手机给我？我有没有你的电话？你怎么再来不来啊？万一再乱出去怎么办啊？我从白天等到晚上哎，小姐。很冷哎。那好嘛，我请你喝茶。快走啊！好，哎，我感觉你觉得会为难吗？我觉得已经超不过他了，他原版已经很厉害了。
你觉得因为他讲话的速度又快又那样，但是他们的情绪好饱满。是，我觉得你已经蓄势待发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川普这个东西是非常厉害的。好，你准备，那我扮演谁啊？你在这一段扮演道明寺，就是男生的角色。视频会放是吗？对，待会儿会我们跟视频。我要跟上他的节奏啊，尽量吧，好不好？好，我然后我会跟女生这个就是山菜，然后你要用的方言是川普，你要用川普，对的。那我就要用湖南普通话，好吧？可以，可以啊，要得。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其实我们都没有彩排过，真的没有彩排过。节奏准不准我们已经顾不了了。老师请准备。好不好？你很大。我是谁啊？哎，后面就没有声音了是吗？是我们看画面对不对？是的是的、哦、等一下老师，我们彼此扮演的是谁啊？你扮演的不是，你跟我说名字。我道明寺，你就是那个男生。哦，是的是的。好，老师，我这个女配是没有的。哎，女配刚才是有一个声音出来的、哦、对对，我还以为要我配。这样我们再来一遍吧。 好吧，好的，辛苦老师，再来一遍。好不好？你很大。不要跟我说话，滚开，丑八怪。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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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好意，你那么凶干嘛咯？你怎么现在才来？你知不知道我等你4个小时啊？是你自己约的啦，我又没有约你。你现在讲这种话，我等了你4个小时，你以为你是哪个吗？你等不到回去就行了嘛。你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啊？我又没你的电话，我哪个晓得你不来啊？万一你路上出事啷个办呢？我从白天等到晚上了，小姐。好冷哦。好冷哦。哎，行吧。我请你喝茶咯，快走嘛。天哪，老师，你的这个湖南普通话直接把我带跑了，你知道吗？是吗？因为我也经常模仿他们这样说话咯。但哎，你们那边是，我们是塑料普通话。我们也是相当塑料的普通话。不是，你们叫，你们好像有另外一个叫法，这叫什么？椒盐普通话。椒盐普通话是不是？对头对头。好，这个我觉得刚才没有差距太大，还可以。还有第二段，这样我们选一个各自方言比较大一点的。你觉得你跨度比较大的是吗？你还会有别的方言吗？老师，你想听哪里的方言吧？我点啊。假装我都会，假装我都会。好，上海方言会吗？不会。或者是用上海那种腔调讲话？不会。老师，点10个都不会。那你东北话吧，好吧。东北歌、乡村爱情我看过，算偶像剧吗？算。也算吧，我觉得里面也算这是什么。对，算。好，那你用东北话。那我用什么话呢？哎、我其实也懵了，让你用广东话。广东话，那我用蹩脚的广东话好不好？好，接下来这个视频呢，其实也是关于这两个人，但是我们换了一段视频，换了一，然后我们角色要换一下。好的，就是你来配女生的那个，我来配男生的那个，然后我用我有限的广东话，如果在线有来自广东的朋友们，就不要就轻喷，好不好？假装没听到。哎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下一段视频呢。只有150块哦，糟糕！哎，那个飞机不要进来啊！算，我已经被这个剧情震撼了。这对天哪，这个有点难，真的有点难。现在我是女生了，对吧？对，好嘞。OK 吗？你用的是什么？东北东北话。东北好，东北，来吧，老师，来吧，老铁。只有150块了，完犊子了。道明寺，如果是我请客的话，应该由我决定去哪儿吧？你做咩啊？冇请我背啦。哎，你咋瞅不上我咋的呀？虽然我只有150，但请客那个心意是绝对半斤八两。小姐，你只有150蚊，点进呢间餐厅啦，俾小费都唔够啊。你啥意思啊？是不是瞧不起我们穷人啊？你不要旺财看人低啊。你气死我了。我，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到底要你怎么样啊？你干嘛大呼小叫的？我怎么也变成广东话了？边个你哋大呼小叫啊？你是不是想让大家看我笑话呀？欢迎光临。你看看笑话的来了吧？光临你个头啦！滚进去了，我笑话。外面有任何事也不要进来了，快滚！行，我觉得你比较厉害。这个剧情已经让我感觉到很害怕了。害怕吗？今天晚上会睡不着觉吗？吓到吗？看了一个恐怖片。
哎，你有想过就是后面去可以做些动画配音什么的吗？我觉得挺好玩的。我也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有尝试过，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吧。好，那我们也希望后续可以看到除了舞台表现或者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呢，这一段互动之后呢，哇，小七真的今天比较辛苦，接下来是你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不太好听。要休息一下，喝个水吗？没关系，我可以的。好的。一首不太好听的歌曲。不要这么谦虚，我自己从来没有唱过这个，真的第一次唱，因为这个就是跟刚才那个可爱的照片很接近啊。哇，今天有很多我们第一次可以在直播当中看到的，我们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小琪。哟，Let's roll, baby. Yeah, yeah, yeah. 叫我旋风触摸，偏偏就要选打野，就做最狂野的打野，打爆你野区的一切。像个蓝精灵躲在草丛里面跳舞，森林之王会在松森永会里漫步。喜欢抓虫钓鱼聊天认识小动物，我玩的就很休闲，哎呀队友别动怒。如果不是我的网速慢，让实力减半，我一定陪你通宵到明天早上十点半。哎呀对不起，全部都是我的错，实力不好还打排位，结果惹了祸。我还没能适应峡谷漫天韬光和炮火，求求你了队友，千万千万不要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为了这款游戏，我还没有写作业。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为了五个队友，我愿意付出一切。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玩我好好学。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是我表哥的号。我叫孙悟空，所以我大招可以空。你以为天上云在动，其实是刮了一阵风，反向闪现到风雨中，撞得我脑袋有点懵。甩锅给手机局面屏幕，发现有点说不通。治疗我听焦了，你又不是看不到，什么有效距离为信号不好听不到。我真没抢你头，伤害我也努力打了，刚才就差一枪，对你进步吗？我认真了，认真了，拿出实力好吧。哎，别骂人啊！哎，别举报我！哎，你还是骂我吧。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为了这款游戏，我还没有写作业。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为了五个队友，我愿意付出一切。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玩我好好学。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举报我，别啊！是我表哥的号。谢谢，好啦，来，这样就是有点累哎，有点心累，因为这首歌从来没有唱过啊哈， uh-huh. 因为这首歌最开始是被队友举报了之后写的，但我最近技术突飞猛进之后再也没有被举报过了，嗯，所以这首歌也渐渐的淡出了我的播放清单。哎呦，今天很难得了啊，是的是好，这如果随时觉得累或口渴。好像小琪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表现有一些这个突飞猛进，你觉得吗？嗯，是的，因为其实跟包括跟一些前辈们一起录了节目之后，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就是如何去就是表现自己的一些状态吧，就是如何在综艺节目里面能够带给大家快乐吧。我学习了之后，尽力在尝试着把快乐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你慢慢的变成一个挺有综艺感的，你觉得吗？你觉得自己是个有综艺感的人吗？我觉得其实没有，没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没有感知到，就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到的比我要多，只是可能我敢于去做吧，就是稍微的下定决心，厚脸皮了一点，就敢于去跟一些比如像一些路人去搭话呀，敢跟他们去聊天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嗯，包括小时候的我其实都不敢去餐厅找别人要餐巾纸。啊，就是餐巾纸我都会很害羞，就不敢跟那些服务员说话说但是渐渐的在长大的过程中，我就强迫自己去学会去跟别人沟通，去跟别人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表现也有帮助吧。哦，那简直是感觉把你性格稍微有也稍微转换一下，或者之前没有突破的一些地方突破。因为我看到的一些片段里面
就我发现你无论是跟所谓的 NPC 啊，或者说一些周围的这些参演的人的互动就很自然，嗯，也很好。对，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成长。是的，因为综艺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把它当作就是跟朋友一起玩就好了。是，但录综艺很累。是的，行程方面会特别的累。但你自己还挺满足的吧？前段时间录了几个节目，是真的感觉好累，想要休息一下。但是当那些东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又很开心，又想跟他们互动，又想有交流，就渐渐的忘记掉了这种疲惫啊，就是沉浸进去享受了。那有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过去一年当中录综艺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镜头其实大家看不见了，特别难忘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吧，让我记忆犹新，就是我跟超哥一起录节目的时候嘛，当时在一个农村的剧组里面拍摄，然后当时超哥就在里面捣乱啊，跟大家逗笑，然后其实因为我当时刚刚其实真的是才步入这条道路，我不是很理解，我就觉得帮人家拍戏是不是应该拍得很好才对，是不是应该帮他拍得很严肃，因为他们拍得比较认真嘛，我就想把东西拍得很好。然后超哥就告诉我，其实综艺是更多把快乐带给大家，有可能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很有趣，大家了解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这个团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以前我觉得综艺只是在玩，但是那一次听了前辈的话之后，我就觉得综艺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在输出能量，也是在帮到更多的人。有一种任重而道远的感觉。还好还有我还年轻。帅。就是综艺不只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快乐之后可能大家有思考，会去更多想体验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传递。对，可以给大家的生活打开更多的。对。你知道，因为我刚开始台本上介绍，或者大家其实有很多称呼你的代号，比如说西南梗王。最近有积累什么新的梗吗？最近都是老冷的笑话了。最近我们团已经变成了全球冷团，就是各种冷笑话太多了，太多了。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个，或者最近有什么新发明的冷笑话？我怕大家被冷到，就真的很冷，就你一定要做好。不怕呀，我觉得现在演播厅有点热。你一定要做好十足的准备。好。你知道鳄鱼看到自己最不喜欢的人会发出什么声音吗？鳄鱼。你知道鳄鱼的声音吗？鳄鱼什么声音？就是我问你嘛，你思考一下，鳄鱼会发出什么声音？不知道哎。他会鳄鱼，就是对。可以吧。哎呦，可以，这个笑话还是不错的。可以可以。还你应该是第一个听到这个笑话笑出声的人。是吧？我是不是很配合？朋友们，大家也挺配合。然后这个他有一个前身，是我们团的磊哥啊，他想到的，就是河马喝水的时候是什么声音？咕噜咕噜。还可以吧。哦，你们的这个冷笑话都是一个系列的。对对对，因为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天天聊这些东西。那你们互相会笑吗？就互相就是不认可对方的冷笑话，只相信自己的冷笑话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听到比较极品的还是会笑，比如刚才两个其实在团里面的效果还挺不错的，我不太好意思说，有点丢人。对，我觉得第一个比较还行。哎呦哎呦，磊哥看到了吗？哎呦呦呦，我的在你的基础上的改编。可以。你还改编了？对，因为那个河马是它的原版。哦，你在河马的基础上延伸了鳄鱼，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小动物的故事。哦，天哪，太无聊了一圈。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类型，我觉得你们就是团在一起之后有一个人的提议，然后其他人开始发散。我们就是这样的，坐在一起有一个人开始一个话题之后，大家就会夸夸夸聊个不停啊。所以当如果说真的有通告，你们又全部在等待期间，你们完全不会觉得无聊。是的，我们很多笑话可以讲，但是真的太冷了。对，好，还其他的可以到时候再准备哈。之前也有这个节目当中看到小齐这个自备弹幕，对不对？在某节目当中拿出来啊。今天这个梗，他们想知道是你自创的吗，还是怎么样？什么梗？就是那个啊，是的，是的，因为我想到可能远距离无法对话嘛，可能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我就提前准备好弹幕，把这个二次元的东西带到现实生活中去。好，接下来你反正也看到我拿的道具了，对不对？哦，这个你要写五个弹幕吧。啊，就是现在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你写五个弹幕。
或者说你最近觉得还不错可以挺有意思回应的这个弹幕，然后呢让这个写完之后大家比如说他们弹幕来问问题、问问题之后你就用这个来回答这个问题。好的，那我开始写了。好，是不是先要藏起来？对，不然他们知道我写了什么就不问这个问题。是，那大家弹幕前的各位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一下你们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呢，我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弹幕显示这个字数的话呢，我建议不要太长，就比较言简意赅一点。然后我们会从大家的弹幕当中小齐挑选一些，然后用他写到这个弹幕词来直接回应你，好不好？哎呦，很严谨啊。来，你们开始想问题，想问题之后呢可以先刷一下，然后呢复制粘贴，这样我们到时候截图啊或者说直接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速度也比较快一点啊。我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哇，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写五个，我觉得这个本是不是太大了？或者你要不这一页写两个好不好？好，你应该心里有很多的这个突然迸发出来，还是说你可以先写两个，然后看到这个问题再写一个也行？可以写完。好，我们看一下谁的问题比较标新立异一点。我现在看到的基本上大部分围绕的都是三个差不多的类别。写了几个了？三个了。那就再写一个吧，再写一个，够了。哇，来，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让你来看他们的问题，然后你挑一个。如果说觉得太快的话，你就试一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稍微暂停一下，在这个页面里面，然后选一个问题。天哪，他们的问题都好具象啊，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他们都具体到了某一件事情上。对，你以为他们会很会问一些很对很泛的问题，就不愧是你的粉丝啊。所以我写了一些很泛的回答，完蛋了。没关系，就喜欢这种。好，我随便挑选一个吧。嗯，现在可以暂停吗？好，先停一下。来的完全没有暂停，你现场工作人员操作一下哈。好的，是放大了我的脸。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随便来一个吧。好，老师您随便看一个，念一个您看到的。哎，他现在已经停了，因为他真的很快。嗯，天哪，太可怕了，我知道你看到什么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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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最近有做什么好吃的吗？完了，我有吃到啥好吃的吗？吃到啥好的吃的吗？完了，我的这些回答完全一定要挑一个，完全无法，一定要挑一个。胡说胡说，我天天都在努力工作，哪有时间吃饭呢？哎，不对，上个游戏你都写了你是个快乐的干饭人。勉强能够为他解释一下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嗯，我老吃好吃的东西，但我只能回答你胡说。好，来，接下来我们也随便，那我们老师停一下，感觉是个半自动哦。我们之前有延迟传到那边哦。哎，这样，哎，那个也是跟美食相关，吃饭相关。大家怎么都只知道吃呢？对，不能问我一些就是比较就是高深的问题吗？就是那种什么样的问题？什么问题比较高深？就比如什么人类起源呐、啊，什么宇宙起源之类的。不是要问你吗？对啊，我这几个就比较好回答这种有的没的问题。现在来高深一点的问题啊，什么吃饭这不行。完了，大家的上线感觉已经到这个状态了啊。对，你有看得清吗？有的。哎，我看到一个，为什么喜欢奥特曼？没错，你说的没错。嗯，就是因为喜欢，就是回答给你，然后并没有为什么。对对对，没错，你说的没错。是，而宇宙的尽头，宇宙的尽头，天哪，胡说，送你一个胡说。对，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高深的一点的哈。哎，我刚刚貌似看到一个恐龙为什么会灭绝？恐龙为什么会灭绝？
可以吗？完了，有答案。我感觉我这个词不太适合，但我只剩这个词了。你才是，哦，快帮我圆一下吧，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恐龙为什么会？哎，因为你才是应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最美丽的人类。哎耶！因为恐龙灭绝，所以我们才有更大的地方在这个地球上。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这个地球环境。对，所以你要值得去爱护环境，好不好？我这都能圆上，我就吓出一身冷汗。天才，非常厉害！我差点张口而出，你才是恐龙。我就综艺感觉，哎，刚刚除了你写了你才是，还有没错，那个有比较正向的反馈嘛？谢谢你也是。本来我以为有人会夸我，看来是我想太多了。我以为你会写很多比较更网络一点的，或者是吗？因为我想到，就无论是夸我的话还是批评我的话，都可以用谢谢你也是来回复他，对吧？哎，如果他说我这个人很好，我就会说谢谢你也是。如果他说我有问题，我也会说谢谢你也是。这里应该没有人敢说你有问题啊，可惜他们都太有文化了，各位朋友，什么都来了，就太文化了这些题。如果哦，我看了一个问题说张颜齐你好帅，你用这几个，哎，谢谢你也是，谢谢你，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对，太厉害了，大家的问题太多了，是的，那我问个为什么？说完这个问题之后，要聊到刚才你说正好说到的那个，来，我们拿下去一下，来，正好说到的，你之前讲你去体验不同的职业嘛，没错。在这个人间指南里面体验很多职业，然后你因为你上一趴是提到艺考生，没错，对，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没有很深，就是对自己的演技震撼了啊！就我以为自己很深情，结果不够，不堪入目，哦，浮夸的演技，就所以我学会了以后不要再觉得别人就是表演的不够好，做的不够好，你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了之后，你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还是需要努力。现在真的是太自信了，我太自信了，我对着镜头就是一顿飙演技。哦，结果后来看的时候，天哪，我在干什么？就之后可能会和大家见面。哦，反正已经这个录完了。那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总结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体验过的职业，什么？给你起名字啊，什么 Tony 张啦，什么剪头发，对，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哪个职业是你体验完了之后给你还挺大震撼的吗？给我挺大震撼的，就其实有好几个工作在最后都会比较震撼，因为这些工作其实就是感觉没有很惊艳到你，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就觉得是一份工作而已。但是你最后跟比如领班的老师啊，跟带你的师傅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的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可能半辈子都在这份工作上面。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去了一个养马的马场，那里马场的那位师傅带我们的，就一天下来都很愉快很轻松，跟马儿一起玩也很幸福，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在最后就是我们聊到马会不会被，比如您养马的过程中被马不小心踢到踩到，然后老师就特别轻描淡写的说有，然后我说什么会踢断肋骨吗，他就说被踢断了很多根，就是他一点波澜都没有，就好像这件事情已经融入到他的生活了。就那一点其实让我特别震撼，就是很多可能我们看过去很普通的工作，但是真的其实在做这份工作的人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珍视身边做着很平凡工作的人。是的，随手不扔垃圾啊，这个节目其实最初也就是这个目的，对，关注身边的人。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就是因为在节目当中你可能也体验有销售人员这些去体验，接下来我们现场有个小的，哎，我觉得对你来说太简单了，我们先请，怎么又对我来说简单了，先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啊。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就是因为我们也觉得通过你现在的口才表现，我们觉得你特别适合去做生意，之前也看到你在节目当中的魔性推销。好，所以呢推销完了之后呢很多人都忍不住要剁手，所以你有没有给自己这个魔性推销的能力打过分？比如说满分十分，你会觉得自己这个能力大概可以到几分？但是现实生活中我给大家推荐的很多东西大家都没有去使用，就比如我跟我的团员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用，一定要买一个回家用，大家都对我完全不屑。是吗？还是说他们等你买一份送给他们体验？哦，原来是这样。
这也是一种套路呢。明白了，明白了，学习了，老师。是这样，我们现场，我们先到一步到舞台中间吧。哦、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三个盒子，然后每个盒子里面呢都有一样物品。然后今天呢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是2021314，然后又是3月14，又是白色情人节。然后这一天，你知道翻译过来就是爱你爱一生一世。好的，有冷道，有冷道，有冷道，这都有点强，我没有在讲冷笑话呀。我怎么不是爱你儿一三一四呢？对吧？好了，爱你爱是吧？好，爱你爱。嗯，这样，因为在这个我已经用前面的语言烘托，今天是比较浪漫的一天了。哦，明白。对对对，在这个比较浪漫的这个氛围里面，你要用魔性的推销来推销这三个东西。就是。然后呢，现场这个不是现场，是弹幕前的各位，最后要做一个评估，就看你有没有给他们种草。哦，就比如推荐给男生送给女生，女生送给男生这种比较。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相信你可以。应该是什么玫瑰花？这样，那我们先选一个，好吧？你先准备先打开哪一个？就这边这个吧，这边这个。我猜应该是一个纪念相册，女生收到都流泪了，就是这个吧。你刚刚是配了音是吧？哎呦，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个。我都不敢用手去拿它。你怕鱼是吗？不怕，但是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咸鱼玩具，它好像是会动的，是吧？哎，它的开关在哪里？我就，哎，就反正它是一个会动的咸鱼玩具。看到没有？我有一说一，有点吓人哈。那么在今天这一天，我们请我们的销售小齐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咸鱼玩具，没有错。在今天这一天，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什么节来？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白色嘛，你看鱼肚子是白色的。首先沾上一点边了，对不对？情人节，情人节就说明两个人要在一起，就是要有家庭，要有生活，对不对？可能有时候婚姻中、生活中、恋情中会有坎坷和磨难，但是没有关系，这条鱼可以帮你咸鱼翻身。哎，是吧？是可以让你在不开心的时候，就是翻一面，你还是不开心，那再翻一面，不开心没有关系。这个鱼扭动起来的身姿啊，就特别象征着很乐观，因为大家都知道咸鱼嘛，像一条咸鱼一样，一般咸鱼都是躺着的，不会动。对，但咱们这条咸鱼不一样，咱们这条咸鱼会一直的摆动它的尾巴。你看，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生活中有多大的压力，它都能一直的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迎流而上，对吧？嗯，像一条鲤鱼越过龙门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象征着你们这个爱情生活肯定会一帆风顺。对对对，是。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多少钱？我怎么知道这个多少钱？你今天给他标价？我今天给他标价吧。我觉得这个东西5块钱不能再多了。我说实话，真的超过5块钱我都不会再买了。导演组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上当，好，不会20块买的吧？太亏了。那可能真的是，可能花了好几倍的钱。我建议零售价5块，零售价5块。这个生产商家，我感觉你还准备把它拆开是吧？是的，我想给大家做一道现场剖鱼剖，怎么了？就很有内容，很有内容。算了，把它放下吧。好，这个跟我想象中的这个情人节该送的礼物，这不太一样。对，这肯定很不一样，这才是一个挑战嘛。万一有观众就是以为真的这样送了有效果怎么办？跟我没有关系，跟这个主办方负一切。还剩两个，这个吧，来你自己开一下吧。这个应该，这个你见过是什么吗？这不会是咸鸭蛋？咸鸭？咸鸭哪里有蛋？肚子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复读鸭，就是它就是那个打开之后，你可以跟它说个话，然后它就会复出你的话。没有开是不是？好的。Sorry。哎，我要在哪里开啊？就老拿到人家就对人家一顿按摩。对，没关系，反正我就给你演示一下。比如说你好，他说哎你好，然后这种，这个东西怎么还是你人工配音啊？对，他一定可以。好家伙，好的，不可以。好家伙，你这是一个复读鸭啊。复读鸭你怎么来推销它？我觉得一定要复读鸭，就是亲口说出那句，哪一句？那句感人肺腑的话。要不我还是把它拆开看一下。好，什么没电了？这个导演组真的有够怎么推销的出去？没事，复读鸭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了。复读鸭，嗯，给你一个美好的家。
因为很多是这样，很多时候我知道，尤其我觉得这个男生送给女生比较好，嗯，因为男孩子嘛，不像女孩子那么心思细腻，嗯，其实有很多话就是藏在心里，不好意思开口，是，你就不用自己开口，让这个复读鸭帮你去转达你的心意。你想想，一个女生在比如学校，哎，学校不太行，大学，哎，在一个大学校园里，一个女生在傍晚从宿舍楼下来，迎面走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复读鸭，然后嘴里说着“我爱你，我爱你”，是不是挺浪漫的？一下就想嫁给他，感觉好坚强。还是他背后声音的对，是嫁给他背后的那个声音的那个主人嘛？因为这个复读鸭替你说了你那些不好意思表达的情绪，哎，也不一定是在情人节可以买了，也可以比如给你的家人啊，或者是给你的长辈，因为我知道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很少会跟长辈表达自己的感情。是的，你偷偷录一段，录在这个复读鸭里面，假装不小心碰到他，憨憨的走出来啊，你好你好，穿好衣服穿好衣服，憨憨的走出来啊，爸爸妈妈好，哎，我有点吃亏，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就会感觉特别的感动，你的家人也会很开心，说不定这桩婚事就同意了。哎，年轻人很多羞于表达的，借用它可以替你表达，嗯，而且白色情人节嘛，它也是白色的，就很合理。白色情人节的白色表白利器，哎，他开始工作了，好恐怖啊，这个东西。所以你好吗？他刚才好像是要抓着他的一个脚，还是怎么样的？这么离奇，啊，赶快赶快表白，我爱你。好了，不错，浪漫了，还一边脱着上衣一边向你跑来，真是不错，真是非常不错。那我弹幕上面已经你站好差不多，你跟鱼在一起吧。这画面简直不忍看。最后一个来打开一下哈，稍微你扣的好紧，哎呦，给大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盒面粉吗？这是一盒面粉。我这个汗珠已经流下来了，老师，就如果怎么圆一下，在3月14号用这个面粉，谁来救一救这只鸭？他现在已经疯狂的学我们说话，癫狂了。哎，我觉得导演组选东西还是很用心，是至少都是白色的，就白色情人节一定要跟白色沾边嘛，不然别的情人节就送别的东西嘛。好，白色情人节一定要送、这个、白色情人节，我们怎么推销这个白白的面粉嘛？因为面粉是什么呢？面粉大家都知道嘛，面粉是我们这个北方人啊，是我们东北人每一顿都落不下的。你说的很认真，好像你是东北人似的，就我们顿顿都离不开面粉，大粉条子，对，都吃粉条，都吃面，都吃馒头。是，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两个其实都是玩笑嘛。最后一个这个面粉其实就代表了像什么柴米油盐，就是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哎，我觉得与其买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回家陪你的另一半，对，不如买一点实在的，给你的另一半包顿饺子，做顿面条，做一顿饭，可能来得更实际一些。我觉得生活中的关爱才是咱们的情人节里面最需要的，而不是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鱼直接拌着面粉裹了炸了，小孩都馋哭了，真是气到我了。他可以放在这里裹一裹，对对，炸了，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吧，老师，还满意吗？我觉得你真的是每一道都紧扣逻辑，我觉得你的思维就是你的浅层思维里面就是一定要扣逻辑这个点，对，很重要。然后再加上你会结合很多，所以其实你会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讲脱口秀的人。谢谢谢谢大家，这样不错。这样我们先回到这边，我们要问一下正在看直播的各位，你们觉得种草了吗？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销售小齐这一段已经种草了，就扣一；你觉得还差点儿，就扣个二看一看。哦，如果觉得不错就扣一，觉得还差点就扣4534254678234526一。是的，应该没有人会 Q 哦，这个居然有投票，这太紧张了吧。哎，真的有拔草的，拔草是现场还有投票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种草了的哈。可恶，哎，哇，挺多的，你看已经这么多朋友们来。好，我刚才竟然看到有的朋友对那条鱼心动了，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没救了。是，那既然这么大家都同意了，那我们也要代表节目组授予一份荣誉。哦哦，来，我们要授予的是我们的哎，没错，这个有点，这个有点土味，但是至少是一个正常的东西。人间种草机，
哦，谢谢。Y 现场推销王，你想哪一面朝前？那就 Y 现场推销王吧，毕竟都来到这儿了。喜欢朝哪边？我都可以，没有关系。要记一下哈。啊，还要记一下吗？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感谢各位领导，感谢各位来宾。你发表一下你的感觉。不用发表了吧，老师，快坐，快坐。给我整害羞了。好，我懂了，他就是。这段差不多了啊，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帽子想给你戴在头上，觉得我的头能戴上这个帽子吗？销冠王，挺可爱的，有点勉强了，有点勉强了。小王子，好的，是。那今天聊了很多综艺，然后我觉得你口才真的特别好。那除了既有已经参加过的类型的综艺节目，接下来有没有想去到哪些不同类型的节目去玩一下的吗？嗯，其实想体验一些就是。能多在户外走走的吧？户外，对，因为像冒险可以吗？啊，可以啊，因为其实就是我因为工作原因嘛，到处飞，都其实一直是在室内，都在棚里啊，很多东西都是在城市里面去做的。但是这一次像我们录团综之类的，就去了一些离开城市的地方。其实我想到更多地方去看一看吧，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个放松的过程吧。嗯，因为棚永远都可能在不同的城市，但都是在其实大大小小的空间里，走出去可能对你的吸收的东西或灵感又会有不同的刺激。没错，好，就户外也可以哈，就冒险旅游节目，什么自驾的，好，咱们都可以安排上。 好吧，好的，各大综艺的制片人们往这边看一看。来，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请小七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怎样？要休息一下吗？我没关系，我要带着这个吗？啊，不用了。那你带着这个，我怕你唱歌就会有一点，就是可以的被束缚住。毕竟这个绶带可能真的会束缚住。好的，这个要唱的是《养生奇谈》，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要不唱完了再介绍吧。好，行。唱的不好就不介绍了。那也不行。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可以长高，不担心体质，不吃喜欢的奶油蛋糕。不养生的年轻人每天都充满烦恼，早睡早起早就已经变成了玩笑。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也可以和我一样早睡早起，原理收集没了无比，晚上不在意某快乐无比。却有点烦，下班立刻回到家，靠背风早加哭泣，我的 R&B Yeah R&B Yeah R&B Yeah R&B R&B Yeah R&B R&B Yeah R&B。
学学养生奇谈。好久，那就先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跟我们团的赵磊同学一起写的。嗯，为什么唱的那么拉胯呢？是因为前面那段是赵磊的，就尤其副歌部分，我直接低八度唱，因为大家也知道赵磊是我们团的这个 vocal 嘛。嗯，他实在这个副歌太高了，然后我决定，因为其实这首歌因为很多原因嘛，还没有跟大家见面，之后可能会跟大家见面，嗯，然后我就希望先自己唱一下，让大家提前预热一下。哎，结果当我真正开始去学习赵磊部分的时候，发现他是真的太厉害了，就是。太有压力了，是，对，希望之后大家听了，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就希望大家去听原版。嗯，如果不好听的话，肯定是我的问题。听了原版之后，一定会觉得很好听。也太谦虚了，大家都一直在说好听，好听，好听，把好听打在公屏上。好的，谢谢你们。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在线的粉丝一些宠粉的福利时间。哦，我们就要请这个琪琪可以随便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问弹幕前的各位，哦，然后让粉丝们来猜正确答案，然后他们就通过弹幕来猜，我们截屏截取第一位就会是拿到一个周边福利。你先想一个问题。完了，早知道我鳄鱼那个不说了，我应该留在这里问。估计，但是你鳄鱼那个问题问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答出来是吗？对啊，我以为要答对，就是，啊，我以为他们答不出来呢。对，不用为难他们。啊，不一定是一个就是有固定答案的问题，也要是一个固定答案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是几点，然后他们就答几点。这也太简单了吧！这咱们宠粉时间就是对。好，现在保持这个镜头紧别不要动啊。嗯嗯，请问我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鞋子呢？什么颜色的什么鞋子，好不好？没错没错，来。我们弹幕的同学们可以来参与了，不是大家都知道颜色，还有包括是什么类型的鞋。对，大家在公屏上打出颜色，然后加是什么鞋子，好吗？给大家一点时间，然后待会儿请琪琪宣布答案，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321截图，嗯，截取一位朋友，然后呢就会给他送出这个签名周边。那你现在看到正确答案了吗？我看到了，有一些，但是大部分是错误答案。哦。所以你要很严谨的去，特别严谨，特别严谨，特别严谨哈。那我们这样，我看到有不同答案，你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然后我们就来三二一截屏。正确答案就是，我们镜头可以带一下这个，可以的，我还以为要我手动啊。好的，黑色的什么呢？一个靴子，黑色靴子。我们请工作人员准备截屏，来三二一。来，在截屏当中最靠近上方，然后他全部答对的那位朋友就会是这位幸运的朋友。那究竟会是谁呢？嗯，明天啊，大家参与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小琪的 YY 动态来看一下是哪位粉丝朋友获得了这一份签名周边，成为幸运儿啊。这一轮先恭喜他，然后我们后面还会有，所以大家随时要跟好我们的步伐。好的，恭喜你们。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部分跟生活有关系了。哦，生活，生活，刚又唱养生奇谈，你是一个养生的人吗？我以前不是，但现在很注意这一些。枸杞，是因为对，就是多喝一些什么枸杞啊、红枣啊之类的，就是补充一下气血，让自己更有活力一些。因为真的就是熬夜嘛，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熬夜，熬夜太久之后真的身体会变得没有那么健康。嗯，所以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熬夜。对，你的粉丝朋友们一直在说希望工作繁忙之余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嗯，那在生活当中最近有入坑什么新的爱好吗？爱好啊，最近有在运动吧。运动，对，是那种保持身材的运动，还是那种健身练肌肉那种？健身练肌肉那种。哦，也是跟着，因为我们团里面很多人都有这个爱好，就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太瘦了，就还是希望自己能变得强壮一点，不然就北京的风有时候太大了，容易把我吹翻，就希望自己能够再强壮一点。是是是，那这个强壮一点，其实这个身体会更得好一点，因为你整个身体素质慢慢的会提高哈。好，这里问空闲的时候主要干什么？空闲的时候，嗯嗯，谁？琪琪可以多看前面的镜头。哦，好的，嗯，那个屏幕上还留着刚才的台词，太可怕了。是我空闲的时候平时干什么吗？对啊，我这个问题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空闲过了。哦，我最近行程太满了。空闲的时候其实会跟朋友一起玩游戏，然后会看一些之前买过的一些有意思的书。哦，然后会自己看电影刷电影，然后，
会写歌，但是最近很少了，然后最近一段时间都很久没有空闲的时间了，所以这事儿最近都没做。是是是，刚刚一说打游戏哈，怎么评价自己的游戏水平？真的挺好的，就是如果有什么机会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的话，我真的。真的吗？因为这里写有粉丝好奇你的吃鸡技术什么时候能赶上五子棋，就那个是意外，那个真的是意外，就游戏嘛，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一样，对不对？还是有各自擅长和不擅长的。正好某一款游戏可能是我不擅长的，被大家发现了而已。而大家没发现的那些游戏就是我擅长的游戏。就是我发现大家就很容易去发现我们就是不太擅长的或者不经常展示的东西。是的是的，因为然后就开始说。是的是的是的，赶快把小菜笔删掉，这些人太过分了。就有机会证明给大家看的，所以你们就等着吧。没错。好不好？然后呢，根据线报，反正也不知道是谁，听说琪琪最近在研发一些僵硬的舞蹈。啊，什么叫僵硬的舞蹈？就是比较，因为我的身体比较僵硬，就我真的我的学了这么久之后，就还是一些很简单的位，做起来也很吃力。就无论是我的体育老师还是我一些锻炼的老师，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没见过身体如此僵硬的人。所以我想，与其改变我的身体让它变得柔软，不如直接学一个本来就是很僵硬的舞蹈。那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所以你自编了一段僵硬的舞蹈算吗？目前这个世界上感觉还没有这种能够满足我需求的舞蹈。所以研发了吗？研发成功了吗？研发，但是那个研发是被迫的。被迫的。那些像大家能看到我跳的一些僵硬的动作，我的本意都还是带着柔软去跳的。只是失败了，这就出来一个不同的效果。对、啊、是。这边给你准备了接下来这个互动，因为大家最开始也特别想看你跳舞嘛。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小琪准备了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哇，这个我们待会儿会放一个画面叫做舞动的太阳花。你现在已经面露嫌弃，痛苦面具了。你先看一下吧，好不好？好的，来，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就没了，就这么点儿。我已经，你可以吗？所以我需要做什么？你需要 cos 他。可是它是一朵花耶，它是一朵花，然后你看它其实动的时候是，就是那个它相当柔软，我觉得它相当相当柔软，我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但是有一个挑战，你看前面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你猜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那是一个裙子吗？那是一个花盆儿。天哪，那居然是一个花盆儿，他还给你准备一个这个头套。啊，真不错。你可以接受吗？所以我可以接受，所以是我要带着这个头套站到花盆里模仿它。但是呢，就是我们会给老师会给几段不一样的音乐，你就跟着那个音乐的情绪来几段这种你的 freestyle 的舞蹈吧。还有 freestyle 的舞蹈，你随便就好。我好难受，希望这段不会有人截图和录屏啊。就希望你这不就是提醒的，就希望看过就结束，永远不要再让我。好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已经幻想到，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群里啊，朋友们会立刻分享这一段精彩的视频。我觉得也会很精彩，我觉得人生处处需要充满精彩。是，很 OK 啊。OK 吗？对，因为没有镜子，所以我现在还比较自信。就感觉还可以。你需要站在花盆里面，好不好？好的。然后老师会给你 cue 不同的音乐，然后呢，你就，我感觉你就舞动就好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定要在这个花盆里面完成这一项挑战。你看，你都不要音乐，你都可以了。好的。准备好了吗？老师好严肃，放音乐的老师好。Are you ready？ 赶快放吧，赶快十倍速放过。弹幕前各位啊，准备，这第一个。这个太折磨我了，我已经戴上痛苦面具了。你要不要把它再往上蹬一蹬，或者拿下来也行。
这很东北啊。外面裹着布。希望这段截图不要放出去。哎，最后一个。好了，哎呦，怎么就好了？老师，你怎么还能骗人呢？好，这是最后一个。我要原版 cos 一下那个花吧。原版就是这个。好了，我觉得那个花不太容易、啊、我觉得在你眼神里看出了生无可恋四个字。完了完了，你可以把花这个摘下来，感觉你还蛮喜欢它的。我不，完了完了，我这一世英名。刚刚我看到一个弹幕写的是生活不易，被迫卖艺。对、哦、哎，怎么样，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啊、其实站上花盆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是一朵花。你是有娱乐精神的，强行的欺骗自己，可以的，让我相信自己。这一段大家应该都录到了吧？应该会有很精彩的二创之类的。我收购，我高价收购，都给我买断，不要放出去。好，刚刚有好妖娆，什么都有。OK， 这个稍微缓一下。这个刚才这段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你要站在原地，而且是一直在扭动。挺难的，挺难的，对。这样，我觉得今天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应该是收获挺大了。真的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好多内容。是，主要是那个花只挡住了我的头发，没有挡住我的脸。如果挡住了我的脸的话，我觉得我的舞姿应该会更厉害一点。哦，啊，就是戴上面具之后，你就会更放得开。对对对对对，是。但是您戴上面具就不知道是你了呀。对呀、啊，就是因为不知道是我了，我才能放开。所以他们看起来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玩吗？对，你直接把我头像 P 到那个花上，不是就解决了吗？全程不用自己动，完全靠你们，完全靠后期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抓紧一点时间，所以接下来到了这个唱歌的环节。哦，好的，好快啊，是不是？我还没开始唱，就已经有人在发好听好听了。他们是怎么先知道的？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们在你唱的时候。刷一个固定的弹幕，你想看到他刷什么？唱歌的时候希望看到大家删除刚才的视频，已删除，已删除，好吧？谢谢大家，我又要去了，是吧？是的，好的，接下来，对，请琪琪为我们带来这一首《静止》，特别不错，也是花儿。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一直，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垂死坚持啊，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一直，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垂死坚持啊。声音可以大一点，谢谢老师。耳返的声音，再次坚持。
消失啊，垂死坚持啊。谢谢，感觉好热啊！今天对我也能感觉到，其实今天其实挺累的哈。你其实从开始唱到聊到互动，你没有停过哎。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的，你可以的，我得行，我很强，得行。好，刚才其实有漏掉一个问题哦，然后这个问题是大家除了关心生活当中你之外，还关心另外你生活当中的一位小伙伴，他叫做、对，七哥啊、对，很关心他的近况。他最近就还是很调皮吧，但是比以前好了一些。因为我最开始就是领养他的时候嘛，就不是很熟，他是流浪猫，很熟，对，他就比较有攻击性，嗯，就可能会动不动就会很激动，就容易受到惊吓嘛、但现在我觉得挺好的，现在、已经是我容易受到惊吓了，就经常会吓我之类的啊。对，是因为在节目当中你精通狗言狗语、啊、什么鬼，就是会跟这会跟动物交流，认真的吗？我觉得大部分的动物其实都能理解你在表达什么吧。嗯，你的情绪，对对对、就所以我觉得像狗应该是比较聪明的动物了，猫猫狗狗这样家里面都会经常见到的宠物，其实完完全全它能理解你在表达什么意思，甚至可以跟你沟通。嗯，就所以我觉得这也不算是能力吧，就每一个人只要耐心的做，我觉得都能做到。嗯，这里有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有一天你睡起来之后，你发现你跟七哥互换身体了，哎，你变成七哥，七哥变成你了，然后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很复杂，很复杂，很纠结，因为我想在地板上上厕所，因为让他知道他有时候的坏习惯是多么的烦人。嗯，但我又想了想，地板不还是我的地板吗？那我最后变回人了，不是还是要清洁，还是你来收拾？对，嗯，所以我想，如果我变成了七哥的话，我先吃吃猫粮是什么口味吧，因为感觉他们吃的好香，因为我也尝试过。就我感觉很腥，就不太能吃。你尝，但是其实狗粮、猫粮，人吃的是不会怎么样的啊。但是应该尝试人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是。但每次看动物们、小动物们吃的就很开心嘛，嗯嗯，就感觉好像是大餐。就因为我们人经常会自己款待自己，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但猫猫经常都是吃到的猫粮啊之类的，所以我想感受一下，就是在猫猫世界里面的猫粮到底是好吃的，还是像方便面一样是无味的啊？如果是无味的，你可能会给它再升级它的膳食，给它找一个会做饭的老师帮它做饭吧，做饭营养师。哇，奢侈了，奢侈了。这个看来七哥有福了哈，但是应该不会的，他应该没有这个福气。我是说我变成他之后，是，嗯，但他至少现在吃猫粮，看到他就吃得很香，是的，吃的心里就会觉得很开心，没错，很治愈。对，好，他说你怎么，好，怎么都吃？他说我是吗？我觉得就是好奇嘛，我觉得我是做了每一个想做都不敢做的人，对，做了的事儿，你们自己可能心里也想尝试，说不定都尝过。老师，你尝过吗？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养过宠物啊。对，但是有机会，有机会，但是经常会有朋友，比如说去到别人家做客，这个人家里养了狗狗或者猫猫，然后他经常会把那个狗饼干什么的放在那个桌上，不是不是直接分享给你，他会放在那个茶几上，然后就是你进了他家，你跟朋友家就很放松嘛，你去看电视或干嘛聊天，你就随手拿起来吃，说哎觉得这饼干还不错，然后一问说哦这是我们家狗吃的，天哪，就对对，会经常有这样的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跟粉丝相关的很多这个互动了。这个因为其实今天到现在我们已经过了蛮长的时间了，嗯，然后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互动，我们呢也为这个小琪剪了一个视频，对，一个礼物，我们先这个一起来看一下，跟在线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好的，大家好，我是态度音乐的张元琪，来自重庆。这世界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该与不该，也许你先问自己对这世界爱或不爱，如果说世界大半是一种
先锋。我脑海思念清清，有些真理，有些道理，我们一起。他们众多英雄，无数年支持的梦想，但是我每块砖块都好，让他自由飞翔。热烈的、纯真的和晒的晒的晒的，亲爱的。我只听到远处传来反对声和嘲笑，议论我深渊评价我笨拙好笑的舞蹈，我躲在山门后背，可是我却感受不到。对不起爷爷奶奶爸妈，都是儿子不好。他就是我们 B 班的张延琪，恭喜张延琪以第七名成团成功。我要感谢所有陪我扛住这份责任的创始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我们的时代开始了。我是张延琪。照片里面的生活比现实中好看，想要还原的世界颠倒去缓慢。从幸福的梦里醒来，发现自己被如今的生活夹成两段，家庭和昨天的邻居在一起，转化成爸妈的各自两端。在学校的时候，身边就没几个真正能够依靠的朋友，朋友已分成了两半，一半给自己，一半留给一个人的成就。你管你烦躁婊子，那超级小的头发翘一翘的，自带粒子烧一烧的，但早死早起早晚早恨，懂早超级标准，坚持帮你弹个啰嗦，别再搞一刀。大家好，我是张延琪，音乐和文字是我与世界沟通的方式，现在我正和我的团队一起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艺人，谢谢大家。好家伙，哇，你看完什么感受？就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吧，因为确实有就一些包括舞台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会复盘会有看嘛，但是像这些比如发布会啊，或者是成团的出道的时候的发言啊，就可能都很久没有看到过了，就感觉就想一想，感觉好像就是在上一个瞬间，但是一眨眼就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是，时间过好快。然后我刚才看到弹幕上面说真的泪目，就是我觉得谁都经不起这种把你在一段时间里面所有的这种过往的视频剪到一起，一下子回忆这些时光，哇，还真的挺感触的啊！尤其你自己看到自己直拍的那一段，为什么你会有一个那个可不是感动啊，老师，那个是感觉自己还是进步了一些呢，就因为确实我太糟糕了，但我觉得我现在比起之前还是有进步吧，就虽然肯定我自己是不满意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在努力进步也挺好的。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其实每过一段时间如果再去看当年的那个自己，就是感觉会更不一样。但你知道离自己更想成为的那个人越来越近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很反差的。那比如说在这两年当中，我相信很多在看直播的朋友也一直陪伴着你，有没有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跟粉丝们在一起的故事或者互动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偶遇之类的？其实这个也讲过很多次吧，其实我最感动的就是大家反馈说我的存在或者是我们的存在给了他们一定的力量和帮助吧。因为其实我在很多时候也会很无助，也会觉得很难继续下去了，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一个无敌的人，也不是超人嘛，就经常也会被很多负面情绪困扰。我就在想，哎，干脆放弃吧，干脆就这样吧。但是有几次都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可能我看到了一些朋友在网上的留言啊，比如在微博下面的评论啊，或者是在音乐后面的留言评论啊，就会说因为有你的出现，可能本来我想要做什么事情一直不敢做，我鼓起勇气去做了之后发现自己真的能做到。可能是比如和家人分别了，自己一个人在异地努力打拼觉得很孤单，但是因为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里看到你的存在，我也变得有动力去面对我的生活了。就每每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也是挺复杂的吧，就是因为其实一直都是别人会很多人觉得是我们在给他们能量，但是很多时候也是粉丝们也是小猴子们一直在给我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的作用吧。不一定说所有的问难我们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要坚强的去面对，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把最柔软最善良的一面留给你自己。是，我相信这种能量之间的互换其实是彼此成就彼此的感觉啊，其实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之前也发集了很多去收集粉丝想对你说的话，那今天其实也有一个粉丝们写给小琪的信，然后我们请小琪啊，这边也有是吗？好的，
来，这个请小齐为我们来读一下，要不就是你正好可以看到前面那个，时不时可以看看，他们就通过那个机器在看着你。好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啊，三二一。就小齐，从出道到现在也有两年了，看到你一点点进步真的很开心。还记不记得你说过，你自己是陪你自己从开始到结束的，所以要多给自己自信。希望你能多自信一点，不是粉丝滤镜，是真心实意的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希望你能永远拥有快乐，但这并不代表我要求你每时每刻都保持开心的状态。你可以有自己的情绪，有表达的权利，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表达的方式，做你想做的就好。一定会存在不友好的声音，所以多把目光投向喜欢你的人吧。我们不仅仅是支持你的粉丝，也是你遥远的朋友，是散落在各地拥有各自精彩生活的朋友，是可以依靠的，可以依赖的朋友，是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朋友，是欣赏你的优点也明白人无完人的朋友。然后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按时吃饭，少吃辛辣，少熬夜，闲暇时间做喜欢的事儿，偶尔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日常，奇思妙想也好，或者是新技能也好，都很让人期待。说未来可期未免俗套，那就祝你所愿皆得吧。实现愿望，实现梦想，应该是很幸福的事吧。顺便带我向七哥问个好啊，好久没见了，小猴子们也很想他，不知道七哥有没有圆润了点呢。哇，谢谢。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去这种这个念念书信的节目。是吗？对，念得很有情绪，然后就好像就在字里行间里面就读懂他们想传达的，你又好像在回复他们一样。是的，因为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写这封信的这个初衷嘛。因为其实很感动嘛，因为很多人其实跟你说的不是要多干嘛多干嘛，而是告诉你要照顾好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就是在彼此关心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我也挺感动的。是，我们把这个感动延续啊，觉得每个人生活当中都要有一些就不一样的力量。那我相信你的粉丝除了有很关心你的一面，但当然在我们收集很多的问题或者互动的时候，也有一些粉丝呢，可能他就比较不一样，就有一些比较可能搞怪一点的呀，或者说想看到你不一样表现的，因为我们搜集了这个，因为他们想留下美好回忆，所以提前在 YY 动态收集了粉丝们想要在今天 Y 现场见到小齐的样子，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固定动作，就是让你在这里，对，哎，我做，哎，是，太过分了，怎么，反正因为反正都是宠粉现场嘛，对不对？好的，有三个。你先选一个，然后我揭开，从上往下吧。第一个，好，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哈。现在开始，我等一下，我找一下感觉，找一下感觉。好，哎，只是手脚不动，我身体动其实不算，不行啊，也应该是不行，我手脚不动，我就感觉是整个人都不要动。老师放过我吧，别给我卡节拍了，我身体都不能动了，还要卡在节拍里，简直太痛苦了。我的手已经开始动了，对对对，不自觉的动哈。来，我的朋友觉得有必要。等一下，我固定一个舒服的坐姿是就可以了。你这是把自己强行的全摁住。我的朋友觉得有必要，哎呦，头也在动，好痛苦。我的朋友觉得有必要接触这个天大的误会，不清晰的身体带你不清楚，疼痛是哪几个部位？我不过是走在你的前面，绝对算不上是越位。也对，你得学会接受身边人的批判。你真的是有点痛苦，你找了一个死角，就是摄像老师抓不到你的表情。痛苦，我很痛苦，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痛苦，在舞台表演没有手脚的配合是很痛难的，就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关起来了。啊，这是谁想的招？多损呢，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对，多损，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律动是必须，就没有那个律动感觉好像少点什么。对对对，你的嘴巴有点控制不住，感觉就像朗诵了。那朗诵不是平时还得有手势吗？ 对不对？没错。好，来下一个，简单点吧，求求了。如果很难怎么办？就直接过是不是？
想看小齐画七哥，哎，这个还可以，像我这样的灵魂画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直接在背面画吧。对，灵魂画师走的是写实，必须是写实。那我还现在镜头看不到那个画，对不对？大家可以猜猜大概是什么风格，有多写实，就是感觉栩栩如生，就感觉这个猫就我感觉有了，立在你面前，对不对？朋友们，有了。天哪。我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它的边边角角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的毛发很旺盛。完了，我按照人的身体比例给它画，它站起来了，完蛋了。没关系，就这样吧，挺好的。来，七哥说大可不必，就因为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嘛，就把它画成白色了。它其实是黑色的，就调一个那个反色就行。大家准备好了吗？来看一下成果。完了，弹幕都在说七哥，我特别就是这，我觉得栩栩如生，就是好像仿佛这个猫就站在你面前找你要零花钱一样。不是，它好像，如果是通过这个镜头给出来，它像一个就是真的叉腰站在你面前的感觉。是的，而且它的表情并没有就是很开心，好像是有一些事情，就是找你要零花钱嘛，就对对对，在准备揣兜准备拿零花钱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有一说一啊，你走是这个画风啊，可以可以可以。好，那这道题也算。你怎么有人说灰太狼太过分了？这跟灰太狼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好吧？我先放到这儿。好的，后面这个是想看小齐对我们这条不可能，这是谁出来出来到我面前来？是谁这么过分，要了这么一个问题？有没有人敢承认是自己提出来的？是谁？你看，没有任何人敢回应。那我就是，你看是你的话，你就打个我字，好不好？看有吗？你看有，是我啊。今天其实你很少有这一面吗？很少，但是我其实刚才不是唱了那首歌吗？那首歌就比较《别举报我》里面就有一点这种味道在，所以四舌完了，我已经激动了，四舍五入啊，我就是已经撒过娇了，对啊，这就算了，对对对，大家回去反复看那段视频嘛。啊，那所以我接下来就接啊，其实今天任务完成了是吗？啊，没错没错，今天任务圆满完成。那其实今天如果说你在那个歌里面表演撒娇，然后刚才又跳那个舞，还有可爱的自拍，那其实在这个今天的这个Y现场，你有很多平时不太会表现的东西都表现了，感觉今天的糖分已经超标了。他们说不算，没有没有，这个弹幕可以退出了，感觉今天的糖分已经超标了，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啊、那怎么办？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啊，小猴子们再见，重来啊，重来，自己去看那个视频吧，好不好？没错。好，那这样我们在接下来表演之前还是出一个题目，然后抽个粉丝，像刚才那样你来出一个题目、好的，想一个简单的题目吧。啊，你可以坑他们。啊，可以坑他们是吧？是。刚才我画的七哥嘴巴里面有几颗牙齿？这有点，老师不会都忘记了吧？不是，这个有的，很明显，一定可以看到的。那个不是舌头吗？崩溃掉了，不是吧？好，那。多上吗？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啊，我看到了。老师，你这手也比的也太明显了吧？是这样的，真的吗？对对，我是这样的，镜头应该没有看到。对，是啊。那我们没事，还是有很多人答错了。是，依然有很多没有仔细看题的小朋友答错。来，这样吧，我们快速宣布一下正确答案，然后我们三二一截屏。正确答案是一颗牙齿。是的，来，我们准备截屏，三二一。还是有答错的，对，我都宣布了，怎么还有人答三颗？这谁三颗牙齿？是因为我们的网速，你知道吗？我们之间稍微隔了几秒，但是你看后面都会跟了。好的，好，这个中奖的朋友们注意，明天去到我们小齐的 YY 动态确认一下是不是自己中奖了，然后就可以收到小齐签名周边的。没错，好，那接下来应该是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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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曲叫做《你曾是少年》。是的，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小琪。是少年，那、哦、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啊！哦，是的，是的，我们的直播已经到了最后这么一点点时间了。那个经过很多这个问题，然后很多刁钻的游戏问答互动，小琪觉得今天整体下来感觉是累，感觉已经放飞自我了。今天这算放飞了吗？做了好多真的平时不太会做的事情。嗯，会后悔吗？如果没有看到截屏之前，应该还不会后悔。那大家就不给你看着好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好兄弟们多半会分享给我的。啊啊啊啊，他们很喜欢就是把各自的这种开心的状态分享到群里。啊，说不定他们也在看。应该不会，然后在他们看了两秒钟就坚持不下去了。不会。好，这个今天确实在节目里有表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嗯、这个算我们算 Q1 的话呢，接下来今年这一年还有三个季度，你会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愿望，或者在今年希望达成什么这个梦想吗？第一个是想休息一下吧。嗯，因为其实感觉自己一直在冲刺，自己一直在往上攀登。嗯，但其实还是希望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去充充电，嗯，再去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习一下。就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先就是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啊，但是不知道现不现实啊，我觉得可能不太现实。愿望他们可能会疯掉吧。不会的，不会，他们好好休息。愿望嘛，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充电的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嗯，然后第二个的话还是希望就是跟兄弟们的最后一张专辑，也希望能够把这张专辑做好，然后当然还有自己以后的一些可能是属于自己的歌，也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好的作品吧。嗯，就这两个。
对，就是作品和生活两个方面嘛。哇，其实这样听下来今年也安排的挺满的。对，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大家也想问，今天直播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行程，大家可以这个持续关注到你的一些动态。马上可以透露的，嗯，又会有舞台了吧，应该。哦，对，在努力准备中。好，那大家都期待一下。那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是送个福利吧。啊，这我看到你笑我都害怕了。为啥呢？你就觉得我好像福利吧，每次都是又扭又跳。不是、啊、送个福利就是在、啊、出个问题让他们来答。哦、啊、再出个问题。我的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伤害了，是不是？天哪天哪。好，这样出一道题，然后呢让他们来猜，然后最后还是选出一位送出签名周边。这个题没事，我不会破题的，你就来出个难的吧。出一个难一点的啊、嗯、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是吧？啊，反正弹幕能回答的就行，就只要大家知道的，比如播出过的节目里面的一些细节线索，可以可以可以，也可以是吧？可以。请问，嗯，在某档节目啊，算了，某档节目可以讲节目，永远猜不到了。是啊，请问在《人间指南》里面，张 Rice 张延琪和中国 boy 王汉哲在超市里面卖柚子的时候、嗯、遇到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哎，啊，这个问题比较难了，这个真的是要检测一下各位看节目的仔细程度了。你说要是不是你们刷的这个、哎、你看到正确答案了吗？有一个正确答案，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不对的。哦，其实这个答案还很，就是有两个答案，我想了想都还挺对的。那怎么办？送，没关系，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一定要答出你心里那个答案。对对对，就是最大的对手。好，你现在看有了吗？有的有的有了。那这样你宣布答案之后我们三二一来截屏。 好，宣布答案就是那个卖草莓的大哥。好，所以答草莓大哥才可以。对，草莓大哥，好不好？来，我们三二一截屏。草莓摊主算不算？其实也还可以。什么石头剪刀布的女孩？是因为有一个女生跟我们滑石头剪刀布，虽然我输了一把、啊、但是我最后还是赢了嘛，所以不算最大的对手。最大对手还是那个，对，草莓大哥直接把我们挖墙角挖到他的手下工作了、嗯、真的很厉害。是，所以这位朋友刚才在截图当中究竟会是谁，明天来小齐的 YY 动态确认自己是否中奖，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签名的周边礼物啦。没错。哇，时间过得好快，最后还有一段啊，这个提醒各位粉丝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通过点击屏幕右下方的活动，或者是通过微博链接进入张延琪的专题页，对他进行守护，解锁小齐的签名周边福利和应援大屏。守护时间截止到下周一的20点，所以赶紧为小齐应援打 call 吧。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中奖的名单还有你的可爱的自拍会公布在你的这个 YY 动态上面，所以大家明天可以一起来查收。对，最后有什么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话吗？希望大家就是多喝枸杞泡水啊，多养生，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新的一年带着好身体一起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吧，加油。好的，加油，让我们新年继续加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后续还会有舞台，还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哦、啊，粉丝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小齐真的休息好了，充电了，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会来到我们的 Y 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小齐，也谢谢所有直播前的粉丝朋友们，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Idol Y 现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自动升降机。